我还有一些 女生朋友，一个女生上一次厕所，哇，她觉得超正常，怎么有？这不真的，她还会说，哎、欸，我这礼拜已经上过了。正常就是成条滑顺状，就是整条不是出来啊，像那个。其实如果可以顺顺整条出来，而且很快上完，你会觉得那天很开心。对，而且就是会回头观赏，会欣赏，就是有这种欣赏，会吧？会啊，会不自觉，很像淡淡的心灵，会觉得今天好棒。我最近有一点困扰，特别是今天，就是你们不觉得我今天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尴尬吗？就是人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。谁欺负你？说，你要对我出气是不是？你来我频道，我给你骂一句。来谁？王思佳，且慢。怎么样？你要干嘛？你频道骂很多东西了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帮人出气。我没有没有嘛，我只帮好朋友出气。那我也可以来帮我扣下我前夫。你前夫不就已经败在你手里了吗？还要干嘛呢？你太有正义感了，一天到晚帮人家出气，这样你会太忙了。可是我这次去你频道，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这次就是这样，我就昨天吃的有点多，又吃了一个大餐，导致我到现在肚子非常的胀， oh, no. 跟肠胃消化不良。你说这个去你频道讲一集，你是卡丢你音，你是卡丢，我是卡丢赛。这个问题很多耶，而且很容易。对，有人是几十年来对肠便的各大秘方，都可能都没 feel。对，我身边常常会有一些人说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一些厉害的拿来给我试试看？然后那我就说，你怎么吃这些好像在吃麻辣锅一样？因为比如说每个人吃辣度不同嘛，对，有的人总是可以挑战到一个最高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遇过好多人哦、喔，你给他试什么，他都说没感觉。就是没效果呀，可是他肠胃是不是完全已经没有在动了？这样毒素都累积在里面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而且我还有一些女生朋友，一个女生上一次厕所，哇，她觉得超正常，怎么有？这不真的，她还会说，哎、欸，我这礼拜已经上过了。这些需要出去的东西，其实它就是已经是不好的东西。对对，如果你长期存在你的体内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会造成你体内的一些负担，甚至而且会有毒跟病，会有毒跟病变出来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循环嘛，就好像你生命有轮回一样，那水也会循环，所以那人也会有报应，要有应该也是会，我也很相信你会有报应，有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每天吃进的东西没有排出来，就累积很久的话，你一次性的爆炸出来，其实对肠胃道的吸收，包括消化，等一下都是有问题的。我又有个问题，我又有一些朋友，他每次他就会说他去干大事，怎样？因为他上厕所就要上一个多小时。他就说他就是整套清空，比如说他就会说他把三天五天的分量一次解决，怎么可能？他搞得跟水库系统一样，一个多小时，我也是要上很久的，你也上很久，就是要酝酿那感觉很久，所以你是坐半小时后面才开始拉，坐那脚都会麻掉，但就是要需要很久时间才上，那也是不顺畅的一种，对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每天都有排泄叫做没有便秘，不见得，应该要从你每天在沐浴的时候要检视自己，是不是有一根简单的？你要稍微看一下哦，如何检视你这个排粪便的外观来判断你是否便秘？好，大便的状态，第一个，如果说你太干，有些它呈现这种兔子大便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掉下来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偏硬的颗粒状。嗯，那如果说你本身是有条状，不过还是有一颗一颗的，其实就是偏硬之外再稍微软一点点而已，正常来说应该要落在这个范围，就是条状基本上呢最好是不要有裂痕，那有一点裂痕的话偶尔也会有是正常的，正常就是成条滑顺状，就是整条不是出来啊，像那个。其实如果可以顺顺整条出来，而且很快上完，你会觉得那天很开心。对，而且你就是会回头观赏，会欣赏，就是有这种欣赏，会吧？会啊，会不自觉，很像淡淡的心灵，会觉得今天好棒。那如果太湿往这边走的话，基本上对就有拉肚子或腹泻啦，对腹疼的问题，所以基本上柔软的大便状，或者是说松软小块，或者是说已经有点拉稀。就是出来都是水，伴随着粪便的颜色而已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帮助排便的食物就是纤维质嘛，当然水一定要够。很多人都不太喝水。对。哦，你就每天基本上要喝你的体重。
对，乘以三十，对，基本上你稍微喝一下这个水，苹果啊，就是食物纤维嘛，嗯，然后香菇、奇异果，包括紫菜、香蕉，香蕉里面有丰富的甲根酸，所以基本上它对于排便也很好，真的很棒，对，真心很爱吃这个东西。芝麻，哦，芝麻里面有丰富的亚麻油酸的油脂，它是好的，对头发也好，哦，对，不过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直接干吃，所以基本还是它要破，对，有一些东西都要紫菜，对啊，你说很好，要破紫菜汤啊，紫菜汤啊，或者是你吃一些，比如说凉拌，自己煮一些凉拌的面的时候，你可以上面放一些紫菜酥啊，会够吗？这样好吃，至少你有吃到，或者是一些海菜也是可以，海带呀，海带。那其实这些食物只是跟大家来分享，那不见得你都可以吃得到，只要有你的便利性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你不要让你的人生有卡关的问题，所以就有一个很好的如何拯救你肠胃道的一些状况。所以我今天有带来就是这个，对，这个是老师这个盒子也好漂亮，对，其实它叫做小咕噜酵素，小咕噜酵素，对，很可爱，它是包装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在家里把它打开来，变这样子，哦，那个小展示盒，对，好可爱哦。那你就可以自己这样拿，哦，好可爱。它一盒里面有几包？15包，然后它是葡萄口味，是果冻，葡萄果冻，对，它是果冻状，就是让你很好食用，而且它是果冻，而且你也不用再另外有香吗？清香哦，不用再配另外的饮品，嗯，果冻状，对，直接吃就不用再配水或什么，是，方便性也很高。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也很舒服，就是水果的葡萄果冻，对不对？QQ， 那最主要它里面的成分也非常的大有来头，就是大家知道，就是非洲的这个芒果籽的萃取物，就是喀麦隆地区，非洲西部喀麦隆这个区，它有专产这个非洲的芒果籽。那在非洲的芒果的芒果籽里面呢，它其实有多项的专利的国际认证，它对于这些膳食纤维，针对你可能呢在吃进去这些东西呢，它可以帮助你这些多余的囤积各方面，这个非洲芒果籽都有很大的帮忙。嗯，那同时它里面有藤王果的萃取物，它可以有专利的包埋的技术，它让你在增益身体的体重管理各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重点是它里面有80种以上的蔬果酵素，好多，所以它就可以让你在每天基本上是顺畅的之外，让你每天基本上都可以有吃到营养素，对对，都可以有很好的往外排出不要的东西，它就是又有补，然后又有排出，对，而且它就这样一条很方便。那里面有除了我刚讲80种像蔬果酵素嘛，基本上像它里面大概有含木瓜、凤梨、奇异果酵素、淀粉酵素，还有乳糖的酵素之外呢，它里面还有蓝藻粉。哦，对，因为其实蓝藻呢，对于维持肠道健康之外，跟调节你身体的一个机能有很大的帮助。是，蓝藻本身里面其实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是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它里面的添加的东西是一个黄金的配比。然后吃起来口感又很好，对，它没有太甜，就 Q Q 的 Q Q， 好像可以吃好几条的感觉。没有啦，不用啦，一条就好了。而且它其实也不用分什么时间，对不对？对，基本上不太用，就基本上你就可以定时的去吃它就好。那因为其实最主要呢，它你这个里面有好的酵素嘛。你吃到好的酵素呢，它可以帮助你食物分解，维持你肠胃道的这些消化的机能，然后它营养的补给可以好好的给你之外呢，这个酵素呢其实可以推荐给什么，比如说可能外食族，对不对？应酬聚会，喜欢吃大鱼，爱吃宵夜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蔬果摄取量不足又不爱喝水，对，还要好好的喝水啦。基本上你吃酵素就要配水，这是很基本的。对对 对, 对，不要说啊，这个你看我都不喝水也不太好。哎，老师，那它那个葡萄的口味是？对，它里面的一个，它没有添加香精跟色素，它是纯，它是葡萄果汁。哦，它的纯果汁加进去。对，所以它你一打开，我就有闻到，是那种香精。对，它不是那种好像我们要泡那种浓缩的葡萄果汁的味道，不太，它是纯果汁去把它加进来、压进来的。然后它严选的专利配方，所以可以让你轻松的排便很顺畅。重点是它没有含大蒜跟洋葱，它是纯素的配方。所以吃纯素的也可以吃。那基本上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吃大餐的人，你可以在饭前就食用它，先吃，对，你就先吃它，对，帮助你后续吃完这个大餐的消化跟蠕动。那如果你只是平常都有正常吃饭，你只是长期不出来，你就自己找时间吃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它吃完就是会帮助我们排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你多久之后会有感觉？大概6到8个小时。6到8，因为人的消化。
消化能力大概落在4到5个小时，是4到5个小时之后，我食物消化，我开始肠胃蠕动，蠕动完它才能制造。对对对，那蛮好。因为我不是排食物啊。如果我大餐前先吃，然后我刚好可能回到家晚睡，我就是睡前就可以，就上厕所。对啊，或是我隔天早上起来，棒哇，对，太棒了。所以我而且很吃也会变美。对，因为宇文讲这个里面说，就是你整个这边健康排泄干净了，你的气色都会好很多。因为肠胃道就等于说人体的抵抗能力的代表。对呀，你肠道不健康，你就没有抵抗能力。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好，对，纯葡萄果汁，让人家觉得这有通过一些检验。有，它有通过 SGS 的检验合格，然后完全没有含重金属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的包装也做得很好，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买回去的东西，有些人你不太会去吃它，会忘记。因为你把它打开来了，对，你会记得，你就放着，我叫他买，我就会觉得方便，我就不用那么开了。放在门口啊，钥匙。或者是你是当老板的，就放个几盒在办公室的茶水间，对，让员工每天吃一条，也可以让你好好的帮你工作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，大家顺，每天早上就是感觉身体轻盈啦，然后头脑也会变得比较清晰，心情变好，人也变漂亮了。是，就是能够就是定时的有进有出，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维持身体循环很好的方式。没错，只是我们会因为过多的压力啊，或者是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你会慢慢失去那种感觉，对，像真爱一样的找不回来。没错，就是说我就没 feel 怎么上厕所，你们这样一直逼迫我，对不对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把感觉找回来。对，祝大家呢每天都会有一条漂亮的黄金跟你相见，让你在转头看到他的时候露出会心的微笑。